When you grow up, do you want to be a professional piano player? 你长大想不想当一个特别厉害的钢琴家？我长大想当一个。She said, "Yeah, well, what else I'm gonna be?" She wants to be exactly what you just said. Yeah, I told her. 我说想当一个钢琴大师。那是 piano， 你可别说，他这不 piano 吗？快出来！编导，时间开始。看好了。我就不自然，你自己听听，不自然，不自然，知道吗？没有这么弹的，对不对？错音。这些都是最爽的地方，你都是一直都是爽的，对不对？一直都是最想的。我这不给你调的就是160，我弹吧。我觉得音乐这条路是我所认识到可能最难走的一条路之一吧。但是因为音乐是最美的，所以能够追求最美的事物一生的话，也是最好的一生。通过他学习钢琴目前的态势，我认为就是学习钢琴是对于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的途径。我没有这个机会去触及到这个音乐这个最深刻最美的那一块，就如果我以后有孩子，我一定要让他学习钢琴，而且让他要学到极致，学到尽可能最好。你听爸爸话，走。哎，你坐我上去吧。你在这弹一首好的，我就给你去买一个大玩具。麦当劳开心乐园三玩具好不好？如果给他更多选择没问题，但是这条路可能就肯定是注定是走不下去了。物业这些朋友都忘了我了。我觉得只要钢琴你能专注进去，那其他的也不会差。就是最不济的就是不弹钢琴了，但是这孩子肯定很聪明，他干什么都可以。爸爸回来听音乐。你要听什么？我要听山猫腰。你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非常闪光，不是说这要让别人感觉你多么成功，而是说你要内心是有非常闪光的东西的。他要追求一件非常好的事物，就是在我看来音乐是一个应该是非常契合于我这个目标的一个事物，所以我希望他追求音乐一生。